计划有变，准备夺冠。微博 G 众神归位，全华班梦碎 S13， 各解说全程激动怒吼，这下真是上线冠军了。开始啊，练到他终于来了呀，终于亮底裤了呀，微博回张题也终于来了呀。但是今天啊，喜欢两支队伍的人都不要吵架，今天没有失败者，今天不管谁赢谁输都是可以昂着脖子挺着头抬着胸脯走出去的。下路不玩发育的，女一技来强度了，这小虎现在中单英雄很受限。操，惹赛追马是羊吗？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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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组队里的哇哦，追马整这种吗？要把开位的位置让给队友了，惹赛决定当把辅助啊。沙皇奥恩好活，这伤中野是什么东西啊？幽默了，开始幽默了。这主要是左边中上野杀那一批，我觉得这把是真的很过于抽象了。怎么想的，玩后期了突然微博机来这几只中上野，压力全给到卡利斯塔尼拉塔了。下路不用试直接走啊，这阵容下路上中野什么北大妈滑板鞋在练练塔打他妈女警拉克斯，他能打得过吗？他们这两个人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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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这局以今天的状态来讲，我看好宾利奇的阵容一点，因为下路宾利奇状态太好了，上路本来德赛对线也能肿一下冰的，但是这盘给他选了个肉。进了，准备进了，幽默，太幽默，真太幽默，这太幽默了。但是看了今天的比赛，就是抽上好像能赢。还中国还有一波杠克的机会，看小虎啦，看小虎导播要避闪了，干嘛呢？啊，已经交过了。小虎啊，小虎啊，小虎的追马机来了，痛苦面具戴上了，小虎被抓了，下路。下路先杀，奈特站出来了。哎呦，微博机最后一个 BO5 下路站出来了，我的发！欧文在最后一把的时候干了欧文，欧文他也被补助了，干了四把，最后的欧文他也一直不是好东西的，他也在藏自己。欧文也是那个恶魔啊！我中路有闪有一有飘飘鬼，为什么会死？死啊！感觉这死亡难度很大的呀！我操，欧老师跟胡老师全部出现了，都没闪的情况下面还能被利亚塔 Q 到，那就没道理了。要来了吗？有一波六级打五级，来越吗？还是应该要打龙了？这个越不了，但是没有线啊，你必须得攒一大波兵线进塔才行。奈特六级的来了，有进化吗？哎，死一个！下路又站出来了，奈特这里也要，艾克这里也要死。微博机 bot， 对，下路队在干嘛呀？好好的打了四把游戏，这死的好简单，你没感觉这两个人在钓鱼吗？莫名其妙走过去，他居然要打小龙。你们组队四把赢下路，但是这一把没绷住，我的欧文发病了，前面四盘都没对，这一盘虐了 BD 机下路。我操，微博，这波自己给机会。Elk 的问题还是那个 Wound 的问题？他们俩不该出去啊。这波就是假装我要打龙，对，但是把你骗出来。我感觉他们都不敢，他们都不该去看。你打野都不来，你看什么？你看了有什么用呢？对啊，主美不来有什么好看的呢？不是，没有任何一点点看的理由。凉了，绝对凉了，真送大了，真送大了。又是克里斯皮，来看克里斯皮这波精彩操作，一技能打，然后一个东打东打西歪，把 A 了个 Q 了回来。克里斯皮这个 Q 技能又立功了，这就是世界第一利奥塔吗？这利亚塔100%胜率啊，没输过，还来劲了呀！牛青松这盘利亚塔证明自己，白色啊，西巴嘞，红啊 ！BDG， 对啊，对 BDG 来讲情况已经有点小坏吧？为什么？因为女警这个英雄是不接受阵亡的，就女警这个英雄是不能接受自己死的，因为这两个英雄一旦阵亡一次。就会失去他们的优势，统治力就打不出来了。这两个英雄一次都不能死。说出来，你是哎，德赛下雨了吗？德赛要被打闪现了，德赛有闪现，打兵有闪现。如果这地方没有刀的话，挡掉了打不了。德赛要被单吃了，德赛在最后一把虐了四把，最后一把也被单吃了。我操！他要单吃，最后一把，你是能相信的呀？相信。高子 C 不了，阿兵能 C 啊？但这边怎么说？开大了，啊、同时刘金忠开大，拉克斯放什么大招呀、啊？拉克斯跑呀！被逮到，跳起来滑板鞋。我应该是要帮我挡一下那个大八线，
勋真的不喜欢帮队友挡那个八叔的道，他其实是挡了没挡，他已经在想办法挡。对，我你走呀，在那放大，我操，你也放刀，惹山下他也下，都在下雨两边。这里昂两次都是有人给他挡，他自己都吃了，好可惜。山，又是德山，德山没闪，德山要倒了，什么意思啊？都找苏林的，攻击下雨，还有哎。都在找弱点了，我操，惹山再给女警送，他怎么变成突破国了？他怎么变成突破国了？哇，这把这个感觉这个回荡比要成很大的隐患啊。这盘输了要完，这盘微波机输不起，德赛也输不起，奈特全村的希望，小虎全村的希望，这波比尔就肯定要来接的。上个推掉，这第三条小龙他们想接吗？欧恩，那你哥有踢，惹赛有踢，这里惹赛踢下来，惹赛这边准备叫羊了，咚，加入女警那个，这边到底要打谁？这边好像左右围栏了，这里微波机好像有点乱，惹赛，惹赛要死了，微波机要断灭了，那这感觉要溃败了呀，微波机好像全杀了，这波主队要晋级了，水哥怎么说阿斌还有变身，这个回场点一炮拉开，打不了拉开，小五值享受阿斌收掉了，那小五还有路玩吗？小五还在，小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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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嘛？小五微波机在逆境中杀了三只，奈特暂时站出来了。那这不是，如果这波小虎没有操作的话，感觉微博直接点了。小虎真尽力了，小虎，小虎真的想赢的。欧恩就是洛基，一定要有人跟他玩。这边打过来，又要打起来了吗？又要打起来，又是一波五打五，一撞撞起两只。蔡有人这里没闪，蔡有人这里倒了，没活倒了，雅各被队友灭了。哎，大龙有了，大龙有了呀。全都没闪到 ，BLG 也开始了，打得很激情啊，愿意播。阿米有兵神，有兵神，谁登神？这波看谁登神？感觉打龙要出事，我感觉咬牙打了，不好打吧？不好打，不好打，对面还有谁个人？要出事，阿米能不能带走打野？打野阿米，阿米想带走。兵哥有大，兵哥有大，兵哥大了这个小虎。哎，推。哎，可这开大什么意思？那个死了。小虎，小虎，小虎，败了！小虎，晋级了微博，我操，这个阵容不接受不了。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不一定晋级，但是现在微博机优势很大。小虎最后一把想救赎自己，这一把有英雄，微博机全是英雄。德赛 C 了好几局，这一局终于队友站出来了，小虎。小虎这两波绝对顶数一数二的国产中单，明年转会区最抢手的国产中单，微博机小虎，激励挂了，挂了，激励为我虎大将军。前段时间天气降温的厉害，加上经常熬夜写稿，导致了我这脸不仅出油暗沉，黑头毛孔还越来越明显。这里就给大家推荐我最近一直在用的西木原层孔菌洁颜露，平时感觉氨基酸洁面洗不干净又怕皂基刺激的，你就选它，清洁力加温合力一把抓，不仅能有效去油，还贴心照顾到了敏感肌。它里面是联合了清华珠三角研究院专研的3:1:1氨基酸表活，能深入毛孔洗净油脂污垢，同时双重专利的加持也让它比普通的氨基酸洁面要更温和，因此洗起来很舒服，完全不刺激，洗完整个脸都是很舒缓透气的感觉。另外添加的自研专利超分子层孔菌更是比普通层孔菌高出了近6倍的控油力，从而能有效改善黑头和出油多等问题。我用了差不多一个月，就感觉它琥珀凝露的质地很特别，淡淡的草药味，闻起来也很健康，现在毛孔和黑头都变细了不少。西木原作为实力在线的敏肌专业护理品牌，现在置顶领大额优惠券，两瓶洁颜露到手只要100出头，性价比是真的香，推荐各位有需要的小伙伴们试试看。Elk 当着别人的面太传染力，两边感觉都有点搞，真的。这不，我觉得 Elk 慢慢 A 的话，微博其实一个都不能跑。我感觉是阿斌第一波角色出了问题，他没有直接进龙坑里面，对他直接防走那个卡利斯塔，要么打野。对，这波他去找沙皇，感觉是最没意义的事情。他直接往龙坑里面冲，这波感觉微博哇，哪怕他把大树带走，这波都爆炸了。他的大招带沙皇，但沙皇反而还漂移回来去杀了 Elk。就是他这波他不管带卡利斯塔龙坑里的卡萨还是大叔，这波感觉微博都要爆炸。他可能认为这个战局里面最需要处理的是沙皇，但他的目标选择错了。对，而且我觉得他们是不该在那个位置送一波，
啊，就那个先那个猪妹的那个，对，就没道理送啊，对面没开大龙啊，确实，哇，这样感觉微博又好起来了呀，哎呦，已经是还了一个大气啊，这小伙黑子说话，我是感觉单程在丢吧，给小虎玩这个还可以，他选择相信小虎，因为当时微博机季后赛就是他把相信小虎三环，对，所以小虎把他们抬进去了，他主队要赢只能相信牙膏，现在只有牙膏感觉很谁，抓牙膏要 TP 吗、啊、要 TP 吗难道啊？什么意思、啊、这个？哎，BLG可以大龙拼了呀！大叔没大刀，只能拼了。大叔没大没无量美德呀，这样拼了。热赛不是没踢吗？大龙拼了呀，热赛没踢拼了。热赛没踢名的呀。主队只能拼了。主队冲！大叔没大刀。这就是唯一机会，微微犯罪了。踢！微微犯罪了，这下。野犬直接动龙拼命啊 ！BLG， 直接跟你拼了，热赛没踢拼的，完了。还是提速啊，真提速！自己提速了，五千不管了，要打了。哎，微微是过不来呀，微微是过不来的，不是提速好像。阿兵把我们拖走了，阿兵选择牺牲自己，打拉车。老三，阿兵保了大龙，阿兵战死了，全身都是毛。说实话，这个大这个大招就成了究极伏笔啊，这要上法庭的呀。这不惹赛不该出现在下路的呀。自己没有 TP 啊，在下路带线露头了，露头的一瞬间 BDG 反应很快，直接秒掉了大龙。操、哦，这波决策好指挥，好赚呐、啊！这波这波很赚，还行。下波团我感觉都差不多了，下一波小龙决胜团都差不多了，哥哥15了。这样又不好说了，呀冰冰，这又不好说了。哎，德帅，坐不住了，现在不是德帅这个。感觉被锥子打了，被锥子打了，真被锥子打了，完了！感觉微博这个位置很差，非常差。微博这个位置，立了个太阳圆盘，还好吧？后面说一下。哇，这个位置太差了呀，微博。小龙这个位置好像给这个要给、要给，还在被 poke， 还要他们还要打吗？这怎么打？这怎么打？打野是三层血啊，虽然永恒 buff 可以拖战，又半血。这个位置打不进去，真要搏吗？这边我不能接了，微博真不能接了。女警察这你是过不来的啊！微博机愣头青吗？微博机还要打这个团？微博机这个血量能接吗？微博机想回家了吗？哎呀，大龙 buff 还没消失啊！微博机疯了！大叔啊，大叔这个位置，哎，他们有两个防御塔，马上消失防御塔，一炮，大叔要没了！小虎虎尬了，寻尬了 ，Night 尬了，四龙拿下来。奈德嘎的站出来了，还在射牙膏，牙膏没用，奈德一个人点三个，奈德给神往前走，给神点完了，正面小虎，小虎，微博机一波了，小虎把兵也杀掉了，一波，打，人家把灯神了，这下，我操，微博进决胜了，都说微博不行菜，对呀、啊，喜欢去追大树，全死正面，够了，我操，灯神长街。这什么剧情？这什么意思啊？就打野被杀的那边把龙土龙魂拿到了，战局变得非常的乱。胡嘎了，直接总决赛微博机拿下了一波，按往前走，要拼命，微博机要拼命，微博机要拼命了，没拼不了，拼不了，拼不了，计划有变，完了。卖了吧，把莱特卖了，把莱特卖了，一千大米，还好是欧恩拿下，欧恩立功了。杰斯有踢啊，杰斯有踢啊，陈泽斌有踢，微博机虎嘎的要走。Q 吧，刘青松好像活不了了，接下来了、一锤就死了，一直捡出道就死，捡出道了死了。这边 BLG 好像想反一波去找沙皇了，选择反一波，完了好像有机会反一波啊。莱特 ABC 多少秒？莱特 ABC 还有四多秒，再忙活。小虎能回到家吗？小虎如果回不了家，可能会被一波的。这边看小虎一定，如果回不了家，这波要被一波了。小虎怎么局势两极反转？小虎这里是回了家，那这样的话，惹赛忙活，那这个家能守住。是没有资源，这时候 BLG 怎么办呢？主队还有正面一波团的机会，没背书就有一口气还在。对，正面团现在我感觉是个马上大龙，马上大龙了，至少还活着。谢谢。但是你看现在经济是打对，BLG 领先，但是有龙魂啊，虽然这个龙魂没什么用啊，我的心脏，哎，我的小心脏，哎，哇，这把真的不知道，哇，表情，心在跳，心在跳，心脏痛，教练心脏痛，展开，直接教养，这个地形好还可以，昂松了，昂松了，寻被流了，这个时候微博机应该来一波了。恭喜微博机！恭喜微博机！哎，不准备一波了，一波啊！打什么龙？恭喜微博进入决赛！最后绳之一阳，等兵线一波了呀！要一波了呀！能不能顶住啊？守不了的，不可能守得住。是不是？能不能顶住？能不能顶住阿兵？拿三打阿兵要死了！打牙膏，牙膏！
然后飞进去，但是没卵用，想一拳敲死小五，敲不死。还有奇迹吗？我操，微博机进决赛了，恭喜的赛！说的是微博机钱好，但是靠实力。原来不是运气，上线冠军吗？恭喜微博机进入全球总决赛，欢呼吧！进了决赛就有机会。他们做到了，一直让我想到。我们在网上一直最近从 WPG 一路挺进的时候看到那个春风落有莲花意，可否许我再少年。全华班倒下了，哎，主也该主队副科长吧，毕竟带走了21号种子，然后在这里败了。我操，4号种子进决赛了，我操，跟去年一样呀。剧本来了，我操，歌也对，剧本也对了。他如果决赛打京东的话，他今年没输过京东。京东最怕的了，不是当时说随便说的玩玩，决赛不可能是京东打微博吧？京东好怕的。恭喜微博 G 不装了，我的全华班梦再次破碎。想想 BLG 这赛季当了一整年的工具人，各种帮助清扫障碍，外战送走 LCK 一号种子，内战输给四号种子，蛮心酸的。只能说技不如人，来年再战吧。最后多视角的激情解说，兄弟们喜欢这种剪辑方式，三连支持一波呀！